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给你们推荐一款奶油的彩绘胶啊。这款彩绘胶它是不流动的，然后呢，它不管是画线条还是画花瓣都特别的好用。画线条的话呢，它能一笔拉到头，多细多粗的线条都能画啊。虽然说不流动，但是特别的丝滑，特别是画线。彩那个花瓣，画花瓣的话它立体效果特别好啊。你们看它画线条，就是不用你去两笔三笔的完成，一笔它就能给你画到头啊。然后因为我没在调色盘上去取胶嘛，所以说取的可慢一点，但是它画出来的线条真的是绝绝子了。这个彩绘胶啊是一个新品，然后呢我这个包装是体验装，你们收到不一样。你们看看这线条啊，我给你们挂车上啊，14.9元，10毫升的全国包邮。接下来我用到的是12.9元的这支笔啊，有单支笔但单独盖子的，咱们用花瓣笔再给它去画一个小花。之前用万能笔给你们画过一次，对不对？这个笔小车里边有啊，不是小店里边。然后啊，你们看它画出来的立体效果，要比那个极白的彩绘胶还要好很多。它的质地跟纹理胶是一样的，但是它就是不是免洗的，宝贝们啊，它不管是无限的加高什么的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只要14.9元。你们看啊，画出来的这个小花花真的是，你就是半天不照灯，它总是这种质地的，总是这种立体纹路的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，双击我么么哒。